这是一款在绝望的环境中考验人性的游戏。五个人在太空中运输货物，但是太空船发生了事故，队长直接被烧得面目全非，躺在床上。剩下的船员要在太空舱里度过漫长的时间，而飞船上的物资仅剩他们运输的漱口水可以用来喝。现在是要继续维持队长奄奄一息的生命，还是让他死亡节约粮食呢？马云，你听我说呀，我有事情真要找你，请你给马化腾说一句，快点把游戏关闭。啊，这个游戏呢，它叫做 Mouth Washing， 漱口水。那咱们现在先开始游戏吧。不是谁的漱口水，这个漱口水是真正的漱口水，不是说啊别人漱完了，然后又拿出来给另一个人喝。那说实话，有点太淫荡了。这边的话是说，快马邮递长途货轮图帕尔号，船员有五个人，计划在太空中待382天，已经运行了147天。我希望这能痛痛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卡了吗？哦，没卡。在撞击之前的5天，这是一个叫做柯利的人，翻译成柯利。这个叫柯利的人说，我的确跟你说过我的睡眠，你给我的药确实能让我睡着一会儿，但是不会太久。我只有在得到一些……哦，等等，继续，抱歉，这个人叫安雅吗？他打断了我说的话，我忘记背公司的指导方针了。我们每2个月就要做一次这个事儿。但是公司的政策，我来帮你做得更好吗？快马公司每2个月的福利检查，通过简单的医务人员面试，最大的提升你的潜力。请允许不超过1个小时的公司时间来检查。你真的吗？好的好的，嘘，有时候你真的很难缠，队长。啊，你伤害了我。哎呀，如果这就是你专业的意见，那你觉得他们还会让我飞吗？好吧，在我的专业意见。哇，他这个转场做得好好啊。哇，刚才应该是在我们进入飞船之前啊。就是我们进入飞船了吗？我们要在这个宇宙里面进行航行。这边这有一个阀哦，但是我不能开。这个转场真的做得好啊。这是一个猎奇的游戏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恐怖元素哈，但主要是猎奇。应该还好吧，就凭他这个转场就做的挺好的，怎么感觉有点闪呢？停电了。我觉得应该还好。这边有点闪，这边打不开。哦，这边有一些那个，这是那个快马快递，这是驴，这是马。还有什么地方吗？往回走吧。哦，有匹马，这马怎么说？我再走。之前这马没有吧？哦，炸了炸了炸了，这边炸了。这真是马啊。哦，这是牛还是马呀？牛马，牛马，你听我说呀，我有事情正要找你。
哲哥，飞船是你家的，求求你把飞船关闭。这边吗？这边打不开，锁住了。哦耶！这是在撞击发生后的第二个月啊。吉米，这个吉米说，所有其他人都会做同样的事情。斯旺西说，我们不能碰那个该死的货物，他们被锁上是有原因的。唯一一件比慢慢死去更痛苦的事情，就是拿不到我们的报酬。就是他们如果现在去碰那批货物的话，就可能会拿不到报酬，是吧？但那也许会是什么有用的东西，我觉得。会是什么呢？是希望吗？是梦想吗？还是说是杏仁蛋白糖吗？哦，里面如果是吃的话，那也许他们还有救啊。哈，安雅说的啊，你不必要。如果能帮我们活下来的话，就值了。伙计，快马快递的老板们一点也没有冷静啊。Come on， 我们只是稍微看一眼，又不会有什么。我来搜一下这个人，他的名字应该叫怎么翻译。这是个日本人吧，应该他的名字叫大辅，只是他的音听起来，声音听起来有点像 Daisuke 啊，喜欢就叫他大辅啊。他说只是看一眼又没什么事儿。这个团体治疗委员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打算进去吗？哦，就在这儿，老板，你现在看到的是地区青少年棒球队中最差的成员，就是他自己啊。有一次他差点把孩子给灌死。我可以拿起斧头，你就是一个天生的该死的软木塞，那就足够了，斯旺西。这里肯定有一个紧急通道在里面。如果我没有记错安全协议的话，这个门应该有一个备用的密码，但是它应该只能用扫描仪来破解，但只有队长有权限使用这个扫描仪。当然，那就去问问他吧，也许他会给你唱蓝调。如果我们找到扫描仪，得到密码的话，能够打开这个门的话，就不需要他了。不管怎样，我现在是船长啊，船长，翻译成船长吧，我会解决的。好，对的，我们现在去找这个扫描仪啊。怎么说？怎么找啊？这个扫描仪。看上去晚上又要喝汤了，你想要来个石头剪刀布来划拳得到鸡肉面条吗？他们想吃超绝鸡肉面条。我们现在还剩多少食物啊？大概还剩四个月的食物，比剩余的空气供应量要少，但是我们应该可以的吧，理论上啊。我们很快就会在我们的腰带上戳一个新的洞来实现这个目标。在腰带上戳一个新的洞，就是把腰带勒得更紧。伙计，等我回去我妈会暴揍我的，就像斯旺西一样。不过我们会有一个很棒的故事来讲，他们也许会为我们写一篇文章，我们可以上电视。怎么了？这个可以对女士们留下深刻印象。是的呀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要把厕纸用完了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，兄弟，我们应该把这部分留给媒体吗？哎呀，我刚才那点没看，他可能会脾气暴躁，因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机械鬼才。我会说你太棒了，这就是你年复一年的经验吧，我敢确定他会很感激的。你找到那个扫描器了吗？我会问一下安雅的，自从车祸以后，他一直把安全问题看得像圣经一样。后期的时候加上翻译吧。他们真的卖这家伙造的毛绒玩具给孩子买。这个玩具叫做玻璃，他说起床了，享受阳光吧。睡眠是一天工作后最好的休息，不要过劳啊，多休息，休息时间不要超过五个小时。
这有一个厨房设备吗？烤面包的。当船体破裂时，自动排出的绝缘泡沫，这是防止燃烧的吧？把船的受损地方封起来，可以让我们活下来的东西，这个是这个泡沫。这个是玻璃说帮个忙，搭把手，快起来，银河，准时交货是我们的骄傲和承诺，逾期交货将从个人信用中扣除。这个也是他们的，别傻了。适当的准备可以防止事故发生，保证你和船员的安全是你的责任。医疗费将从个人贷款中扣除。这个是给我们这些船员说的吗？团队合作是成功的灵魂，当你完成了你的任务，总是检查其他的。 HR 抱怨团队协同能力差，可能导致集体惩罚。是哪个地方在说话呢？这可以出来吗？这边可以出。驾驶舱还有什么程序室吗？这边也都封住了，这一个什么东西，这里面也有一个海报，等一下我看一下那边能不能进。这边也可以打开，怎么办？两边都可以打开。这边是我过来的地方，这边可以往下走。哦，这也可以打开。你怎么说？安雅，她再也不想在这待着了。那个止痛片呢？她，这让她很痛苦，我有点忍受不了那个噪音。你不是从护理学校毕业的吧，对吗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快马快力也知道从哪儿抄近道。我在想，把她拖出来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进过驾驶舱。现在里面已经全是泡沫了，颗粒没有变成灰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但它可能仍然不稳定，我只是觉得这里可能是唯一有扫描器的地方，否则我们就倒霉了。我会看看的，我知道你会想到办法的，吉米，你是如此的有能力，也好，我希望你能帮我搞定这个船长。是的，对不起，这里有颗粒的药吗？是用颗粒的药搞定它吗？人们必须配得上他的头衔，你觉得呢？安雅护士。是的，忘记我说的吧，交给我吧。哦，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我们刚才是不是看到有一段，就是游戏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个走廊里面走来走去，最后爆炸了吗？被炸的人就是这个，他就是这个游戏里的 Captain 船长啊。看一下这个，这是船长吗？哇，这个东西，船长已经不行了，他开始是开这个船的。然后这个安雅呢，她就是这个船上的护士一样的啊。船长已经都废了。哦，这是他的药，这是我们现在剩下的药，这是止痛药啊，拿了一点止痛药。这里是什么？这个通风口被永远的堵住了，至少斯旺西是这么说的。现在可能已经坏掉了吧，坏掉了我可以从这走吗？但是现在还不行啊，我们现在给他吃点药。对，可以给他吃药。他的嘴巴是关上的，这，哦，给他喂吗？对，用一下。别动好吗？我和你一样不喜欢这个。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的？痛苦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活着的。我听不下去了，这安雅听不下去了。抱歉，对不起。这是一个伦理问题，我们是应该把他救活，还是应该让他就这么死了，给他吃点止痛药。你看他应该是飞船爆炸了把他炸成这种的。安雅跑了应该是啊，他跑了我跟他还有话说吗？他在这个飞船上面也没有说能把他治好，只是说给他吃点止痛药啊。我们剩下的止痛药不多了，但是如果你还是想让什么，应该是如果你还是想让他活着，就继续给他吃这个药。为什么你认为他做这个，这很重要吗？什么答案会让你感觉更好呢？我得相信我们最糟糕的时候不会让我们变成怪物，吉米，我必须这样，即使是在他那种情况下。他
他想把我们都拉下水。哎呀，在我看来，我们现在还有两个理由让他活着。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都同意了，不就是关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我还是觉得恶心。我需要一会儿，还需要休息一会儿。他跑哪儿去了？这桌子上这什么？这船长他是叫着想干嘛？我现在下去看看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在一个飞船上面，朋友。这个呢？死往昔，你不是应该在调查我们的货物盗窃案吗？你为什么站在这个地方？关你狗屁事儿！现在所有事情都关我的事，因为柯利。哦，柯利就是那个 captain 啊，就是他就是船长啊。我不想再我们继续这段谈话了。哦，我在工作，即使机器停止了工作，我这种蓝领傻瓜也不能停止工作。我们要阻止这堆东西冲撞到我们所有人啊！在你开始之前，我要先休息一下。别担心，不会超过休息时间的。你把大斧也挡在外面了吗？他应该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呀。你认为我还会让那个笨蛋进来，然后把这里弄得一团糟吗？我们所谓的护士在检修的时候，通风口打开了，差点把腿串起来。我警告过他，但是他还是当耳旁风。大斧无论怎样，他需要学习。在那里可能有一个相对称职的机械师，在某个地方。那个傻瓜只会用他下面的长鼻子思考哦，就像我家里面没用的小孩一样。不，反正我不会让任何人在这里捣乱的。好的，斯旺西，他是个机械工程师啊。他还在休息中，背不太好是吗？不需要监督，他不需要我监督他。这边还可以走，那边呢？这个斯旺西他是一个工程师，应该挺聪明的。哎，安雅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谢谢你帮我照顾柯利。你找到那个扫描器了吗？我希望他还在这里。驾驶舱被泡沫覆盖着。这有一个输入密码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密码。在这边我们要拿个扫描器过来啊，这个只能让船长过来，船长或者舰长都可以吧。 Captain 队长，这边就是他那个泡沫，这泡沫是用来修复的。这边还可以上来，这边上来有什么用呢？哦，这不就是我们之前走的路吗？这个泡沫它是用来修复这个飞船的。这边是休息室，看一下这边。这个飞船的自我修复程序，就如果说这儿比如说蹦开了，这个泡沫就可以把它修复堵住啊。然后这边是可以打开，我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哦，这是干嘛的？哦，这是那个扫描器。可以啊，现在我们可以去打开货舱。扫描器有了。扫描，扫描，扫描。这个游戏叫漱口水啊。哎，我一扫描你们俩都来了，怎么说？你会让大家觉得我们发了什么货？他问这里面是什么货，如果是备用的零件的话，也许我和斯旺西就可以在这边修好这艘飞船了，是吧，斯旺西？别吵了，你怎么说？好了，继续吧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我需要你注意到这件事情与我们无关。你怎么说呢，安雅？我们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吗？希望里面是药、食物和水。看一下吧，这玩意儿
哦，扫这儿是吧？4517。好，开了，扫开了，扫码点单。这边是什么吗，庄哥？很多货物。但这个有，哎呦，哇，这个转场好厉害呀！这个转场怎么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？Dragon Breath， 龙之吐息，龙吸漱口水。真的吗？龙吸漱口水，全都是漱口水。这边我装了一大堆漱口水。哦，这有一个电视机，我看一下，调个台。打到别人了。这什么？这是这个漱口水，它是一种革命的新产品吗？可以杀灭细菌的吧？漱口水广告，大家看了这个漱口水广告之后，想不想买一点喝？这是在撞击之后的两个月。这是漱口水，真的不敢相信，难以置信。这里面有一大堆东西，我都看不到地板了。这就是他们五个人拖了一年的东西吗？全都是这个，是用来刷漱口的。糖的含量可能抵消了消毒剂的作用。哦，那他就是想，觉得这东西也许能喝什么？消毒剂，你是想怎样？让我看看，14%的乙醇。你哈什么？他才可能闻起来会很香。14%的乙醇，他想喝吗？这东西，没错，孩子，你可以用你的屁股来打赌。你们准备做什么呀？停下来！哦耶！他直接喝下去了。哦，他让我们闭嘴。我只是一个照顾他牙齿卫生的老东西啊。你听到了吗？这是13年的囊肿爆裂的声音，是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一个光彩夺目的红热囊肿，总算解脱了。来，干杯！向柯利船长干杯！我猜任何人都可能会被这玩意儿给炸飞，就喝这个东西，你可能会可以顺便杀死你这东西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，这个安雅好像有点，就感觉有点疯了那种感觉啊！你们看，我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喝这个啊！现在我们可以体面的离开了。大福，到我这边来，有没有人曾经教你怎么像一个男人一样喝？你们要开喝了吗？我怎么感觉这边又要转场了？哦，对，转场，哇，这是多久了？这是那个呀。这是船长柯利，我们现在应该吃一些。为什么？这最多也就是平庸，很显然。
有时候你只能买到劣质的东西。哦，那才是真正能做好东西的东西。何必呢？何苦呢？嘿，我们尝试过离开，但没有任何作用。我想过很多次，这就是和平的感觉吗？这就是平静的感觉吗？这就足够好了吗？如果我是真的，那肯定不是最好的。所以我能做的就是让我的生活成为一个我不想一直逃避的生活。也许我会升职、买房子、谈恋爱，但其他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吃糟糕的蛋糕。现在的话，这听起来很不错，对吧？所以，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，是的。好，让我去找一把刀。我现在要去找一把刀。跟他一起吃蛋糕，他是怎么做起来的呀？我感觉现在已经进入一种意识流的空间了。这边有刀吗？哇，这边有吗？他已经都属于那种人都变形了啊，好暗呢。我感觉他不是应该已经挂了吗？割自己的肉吃？你说割自己的肉吃这个方法？哦，刀我没找到，找到一把斧头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左上角写了个盛宴，这边有一个眼睛，眼睛珠子。他让我找一把刀陪他吃，难道说我们现在是准备把船长给弄死？把他弄死了，我们这边可以节约一点食材啊，节约一点材料，也许回去能干嘛呢？吃蛋糕。哦，这什么鬼？我回来了，船长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来当蛋糕啊？你这玩意儿，我看看，还在动，你看他的眼睛。你是我的眼。这是在撞击之前的五天，这是我的专业建议啊、哦。我们又回到那天了，这说明不了什么，对吧？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吧。哦，那就更好了，很棒，很棒，很不错。我这么做不是为了……你有没有想过这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？对每个人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有些动物会在笼子里面活得更好，其他的会啃掉自己的腿在笼子里面吗？那剩下的呢？好，他们会怎样？一下就没了啊，这就没了啊。这目前是一个试玩版啊，它是一个比较人性向的猎奇游戏啊，这不是那种突然蹦出来吓你一跳的那种。试玩版可能故事没有讲太清楚，但反正我感觉啊，就是这帮人他们想把那个船长，这个已经躺在床上的人给吃掉或者杀掉。船上只有漱口水了，你只能喝漱口水，但是还有一个血淋淋的人，人的那个原始本能被激发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睡觉了，再不睡觉的话明天要上课。就玩到这里，这个游戏等正式版来了我们再玩一下，这个游戏挺有意思。